几千亿啊，几千亿台币的预算，换到今天是台湾如此的可怜，这究竟台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么样一个好的宝岛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场面？真的是觉得有时候想想，真的觉得怎么会长这样？一直不断的问题，哦，什么都缺的情况下，好像台湾就是这么落后，这么样的无能，哦，什么该要有的东西都没有。这真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得想一想，怎么样的能够帮助你在地的国家能够有更加的好的前景吧。所以这个佛光山是不是啊？说出来买疫苗，捐疫苗。郭台铭说出来买疫苗，捐疫苗。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该表态的时候，能够做一点是一点的时候。如果没有这些局出来，那可能就真的台湾就真的等到八月再打国产疫苗，大家却还不知道灵不灵光的同时，这个世界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你明明就看到有水可以喝，但是你居然没水喝的窘境与惨境。今天是台湾有这样子的发生，这样的一个事实。难道如果人的心不改变的话，难道这种问题不会在这个全世界去蔓延吗？是会的、哦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可怕，大家也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，因为有些东西你看到拿不到，是不是？明明就可以让你解渴的东西在你面前，你就是喝不到。所以对于一切未知的未来，究竟何去何从？所以几年前我还就在讲，我们还有点力气啊，赶快去这个平乱反正，是不是？但现在是不是这世界，好，我们平乱反正的力道跟速度还是不够，导致现在好乱象丛生。那现在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的力量，就赶快吧。好，这个平乱反正啊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，都与你息息相关。所以这个邀请全世界的人一起来，我想不为过，因为毕竟都是大家共同出路。哦，所以今天邀着大家来到超马的世界，大家能够好好的生活，这个未来哦有一条出路，我想这是好事一件。那么也就不分彼此，不分你我的哦，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啊，邀约着更多的有缘的朋友一起来做可能性的一个规划吧。毕竟大家有志一同的人多了，这个全世界也比较有希望，依你我亮起来，